Hello， 道奇，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皇室战争啦。那今天来玩一下三选一模式联赛，好不好？来玩一下哦。基本上很少玩这个什么三选一的啦，而且联赛我也很少打，我们就直接来走起了哦。好，这边选一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骷髅墓碑，然后再选一个冰冻法师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我最爱的锅炉一定要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来个法术，毒药。然后火枪手，然后滚木，也快要变成我平常可能会用的这个牌组了。巨人，然后挖机力，好，这好像 OK 吧？这个要对空有对空，然后要防守有防守，然后要那个要进攻有进攻，对不对？可我看刚刚好，那对面有可能有可以选到大皮卡，完蛋了，到时候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来来来，开扁，不不不 ，S I N Y， 好，来，我们这边先放个锅炉，我最爱锅炉了。嘿嘿嘿，来，哦，碎碎碎，库墓碑没事。抢手。我靠，太简单了吧！他直接把火法弄烂欸，太简单了吧，好笑哦。没用到，哎，有有有有用到哥布林，所以拜拜，呜，113那个轻松扁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慢慢来就好了。哎呦，他也有那个他有那个房子拜拜，让你去了，哟吼，小精灵，哈，那我要往旁边进攻喽。这次的联赛 OK 耶，我觉得是因为我那个这几天那个镜像啊，那个真的是就是太不会那些牌了。我现在玩这个很舒服啊。有哦，联赛第一把，很是 OK， 哦耶，嘿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赚赚赚，来看一下第二把，这个三选一啊，选一些自己会玩的牌组还是很重要的。骑士来一下，然后这个滚筒，来一个地狱塔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来一个这个，然后一样是玩巨人，不敢玩 X 弩。然后地震，然后这个吹箭手，然后这个女巫，就感觉好像应该也可以。这个对空也有，然后可以就是那个慢慢就是打过去，而且也有打范围的，应该是美麦哦，应该是美麦，加油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来啦！布里，没事，我搞不好会输惨惨。
来，女巫走起。哦吼！哇，全部被靠背，全部被靠背 ，OK， 很快。好险我有这个。欸不是欸，白痴哦，这个巨人是那个啦，靠完了，这巨人是那个王八蛋啊，他会定我啊。居然是那个王八蛋电电巨人，所以用地狱塔没有用，各位，哈哈，完蛋。好，没关系，但是好像还是可以解，还是可以解。1756代表我们这边打的还是不错，而且它会有一个火球哦、嗯，因为火球我们可以用女巫去骗他火球，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小皮卡我们可以用地狱塔来解，嗯，应该还是有，应该还是有望的。好，还是解掉。然后他应该会喷个火球。打一下就好，没有，狙狙。哇，全被解！好，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打掉。当这边不说话的时候，这边我打得非常认真啊，各位，哈哈，好恐怖哦，各位，骷髅大军，哇，白痴，我忘记他有那个滚木轻松解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干完了，啊！其实我刚刚那边不是因为他带那个雷电巨人哦，雷电巨人的话比较麻烦，因为他会电爆你那些骷髅军团，不然我早就用骷髅军团去弄他了。好，冲锤，很久没有玩冲锤了，火球，然后骑士，哎，烟花射手。然后这个电塔好了，然后再一个皇家快递，然后闪电法师阿伯，还是这个好了，两边冲哦，一个冲车，然后一个冲人，好不好？这两个一起冲，应该蛮嗨的。冲车冲人走起。走起来啦，幻影刺客，没事没事，去吧。哦，他直接被他那个瓦解了，他也是很会。不管，哇，毒药。
守哪边？我们这边应该造成的损伤比较大，完美。快递，他直接碾烂呢！我靠，快递这么猛哦！快递直接碾烂呢，这有吓到我了。我觉得快递有点神，他直接碾烂，太神了。来这招！哇，这个有点尴尬哦，他有大皮卡、啊。大皮卡！我靠，他还有那只。完蛋完蛋完蛋，我怎么好像要爆开了，老哥，我靠，完了完了，结果我是先爆开的那个。哎呀，那边我们先赢了。 Nice， 有，我以前也是玩冲车的、啊、没有问题。各位，这三选一联赛也是很好玩的、欸、我觉得 Nice 太好啦！